doctor, actor, lawyer, or singer. Why not president, be a dreamer? You can be just the one you wanna be. Policeman, firefighter, or a postman. Why not something like your old man? You can be just the one you wanna be. Doctor, actor, lawyer, or singer. Why not president, be a dreamer? You can be just the one you wanna be. I know that we all got one thing that we all share together. Got that one nice dream we live for. You never know what a life could bring.我今年26岁了，从19岁开始就有了手淫习惯，谈了3个女朋友，因为早泄，最后都分手了。之后为了治疗，吃了很多药，试了很多方法，然而没有一点效果，这让我很失望。后来朋友推荐了股市苗医馆的李医生的秘方治疗，这个就是通过自身的锻炼和李医生的方法来调理男性问题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按照李医生的方法坚持了一个月，最后做到了15分钟，当时让我很兴奋。后面持续坚持了2个月，就慢慢康复了，也交到了新女朋友，准备年底结婚了。我非常感谢李医生让我摆脱了多年的痛苦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，可以加一下李医生，他的微信是 JQ4068， 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，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的微信 JQ4068。 哎，我瞄得很稳，我操，这都他妈能空！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个游戏怎么还有人会空大的？真的不懂，真的不懂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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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这一波非常漂亮，这一波我们三个人的大招放得非常果断。这波立功的有我，有那个兰博，有那个寒冰。这一波我们三个人的大招放得非常坚决。哇！非常坚决。哎，怎么可能空大？你看错了吧？没空，你看错了。判定有 bug 吧？这个不挺宽的吗？很宽的，怎么可能打不中人呢？不是这个英雄的大招有毒吧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个游戏怎么还有人会空大的？真的不懂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只问你们两个。
说兵不是很多。哎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快走！哎，开打，开打！怕毛？我就问你怕毛？啊？没有，这个怕什么？这凯兰是给我钉在脸上。对。啊？一个战阵，刀子瓦，两个人，人马加鸡腿，就给我加个迷点。他们三个来都不怕。不怕不怕，来坐这边好不好？直接走过去。来抢他这个，抢他这个，给他个上马威。他们三个来都不怕。哥们儿，好像说了点问题。过来，踢过来。我刚说什么？来死！不忍耐的话，就那个什么。妈的，这两个，我装逼啊，装逼！我吸！哎呦我操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妈的玩什么？我。天老爷，老子他妈没进去，被这个人的大招给挤进去了，我操！咦，让你不回城，然后凯唐来了，勾引一下。你不是来了吗，兄弟？这招踩个蘑菇死了，是最起码恐怖的。撸啊撸。是把我来俘虏，撸啊撸，撸啊撸。这东西是真的能控制的，来弄他，干他妈的批！哎呀，是太大了，兄弟啊，不抱骑士的狂勇。我们两个是表演花样体操的。哇，我的伤害好低。别出拳，你话好好说，要不然进来杀我，废物，这个垃圾。你想在游戏中赚取一份外快吗？只要投稿你手中的有趣素材至主播炸了。